还是要安心，这个在果报当中。那么我为什么可以证实说这是蚂蟥呢？我看到的是我自己可以感受到，那么是后来呢有人亲自跟他沟通，这个是底下的故事。因为有一天呢，有一个好朋友，他很不小心的这个扭伤了，他说他要去这个一个地方呢，找一个人呢替他正脊，替他指压。那么他也有告诉我说，这个指压的人呢，他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那么他也有一点点的通灵，他就拜托我能不能这个抽空开车带他去。我说好啊，没有问题，因为看他呢走路一拐一拐的，没有办法做事情，也没有办法照料好家庭，所以很迫切，我就安排了时间呢带他去。那么他呢也真的是问题挺严重的，他看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就要跟这个正脊的这个师父呢道别。可是很奇怪，这个正脊的这个老师呢，他一直要看我。我怎么说我没有病，我没有病，我绝对没有病，我不用看。然后我再跟他讲说，我很怕痛，我实在不要看。其实呢，我知道我身上呢有哪些东西，有哪些病痛，这些病痛呢都不是真病，而是所有我这些伤害过的这个冤家通通找上门。那么我呢只好在盛情难却之下呢，我就给他看了。那么看呢，看到脚的时候呢，我说哎，拜托不要看，我这个脚很脏。我就跟他讲说不要看，他说不不不不不，一定要看。那么我只好呢把脚伸出来，那他看了一下，他就说哎呀，你这个不太难治疗，你只要用呢一点点这个茶叶，茶叶要用新的，那么你大概呢大概加温呢40到50度左右呢，你就泡一下。那么每天呢在50，就是11点下午啊，中午的11点到1点当中呢，你就泡你的双脚，你只要泡大概20分钟以后呢，相信你会痊愈的。那么他这个跟我讲完了以后呢，他手呢就开始接触我这个脚。那么我就看到他一接触的刹那，他手呢就这样弹起来，弹起来以后呢，哎，我也觉得很奇怪，所以呢当时呢就整个气氛呢也没有讲话，就宁静在那里。那么约莫在4-5分钟以后呢，他就开口了。他说哦，你的脚底呢有2只虫，很凶很凶，他刚刚呢咬我，你看，他就把他的小指头呢伸出来，他说你看有2点，这2点呢他就是咬我的。他为什么咬我呢？他就跟他讲，他说你很过分，你怎么可以呢告诉他的方法呢来把我杀死？你知道我跟他所结的这些恨呢非常非常非常的深，我们痛恨他呢非常非常的这个深，所结的这些冤仇呢又太深太强了，你怎么可以擅自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呢就叫他如何的杀死我？所以你很过分，我今天呢只是给你警告，咬你2下。哎呦，经过这个老师的讲出来以后，我完全呢得到了答案。的确我看到的脚底上长的就是2只蚂蟥。那么这些2只蚂蟥呢其实不是只有2只，它的形是2只，其实它是千千万万只，因为死去哪一个地方呢血流完了它干了以后呢就是一只蚂蟥。
小的蚂蟥。就这样呢，我长了一年。一年以后呢，的突然的哪一天我忘记了，我一看我的双脚，哎，怎么这两只呢不见了，两只很大只的蚂蟥了，不见了。那么这两只不见了，并不代表这个罪呢已经结束了，而是呢在脚上呢换另外一个位置。换哪里呢？不是从这个脚底一直延伸到这里，而是从开始从旁边，从旁边呢你看到的这些蚂蟥呢越来越小，把整个呢这个从这个前面后半部呢延伸呢整个围起来。我也看到呢一片片的蚂蟥，这些蚂蟥呢看起来呢真的是觉得很恐怖。那么呢它也是一样，跟前面一样会流血，会裂开，无缘无故的裂开流血。流完血以后，这个合愈以后呢，你看到的还是很多一只只的蚂蟥形象。那么这些呢长了有多久呢？有了三年，大概是在三年多之久。那我的后脚呢，后脚跟呢有时候没有办法完全的着地，因为它裂开了会流血。这个时候呢我也知道我也没有敷药，除非呢我要穿鞋子，真的要穿密闭的鞋子，因为有些场合呢有一些应酬呢你避不掉，也是要穿着整齐，在这个时候呢才会不得已呢沾一点这个碘酒，然后呢把它包好再穿鞋。而这些呢现在可以说呢完全没有了。它没有的原因呢是我到北京制作一个太上感应篇的白话故事。那么这几年来呢我也在佛教里头呢也陆陆续续呢帮忙做一点小义工，也感受到这些蚂蟥的情形呢越来越少，但是呢它偶尔呢还是挺严重的。那这一次呢到北京的时候呢，在今年的六月底，当我把太上感应篇白话故事呢完全做完的那一天呢，我看我的脚，我吓一跳。为什么吓一跳呢？我几乎呢脚底的这些东西呢几乎呢几乎是完全结束了，只剩下那么一点点。那么我走路呢也觉得说好很多。所以人呢绝对不能无缘无故的杀害任何一只小动物，这个果报呢太可怕了，太凄惨了，我们要特别的注意。蚂蟥是如此，那么其他的动物呢有没有陆陆续续找我呢？还有，我在今年年初呢，2001年之前呢，我刚好在新加坡，我就觉得说我的牙床呢会痛，那么会痛呢，我也不太在意，因为我里头的牙齿呢有很拔了很多，所以呢不敢去看医生。生怕看了医生以后没完没了，更多的痛苦呢会降临。所以我看到呢我这里肿起来，我稍微一翻呢一看是一个脓疮。那么几天以后呢它还会再变成脓疮，你把疮呢挤出来它继续再长，继续再长啊。到了六月那个时候呢，已经有六月还是没有好。有一次呢我就呢这个把这个翻起来，我仔细看一下，我吓一跳。我为什么吓一跳呢？因为它长得像一个人头一样，我觉得我看了呢很怕，我就赶快不敢看。那么不敢看呢，这个也是相安无事，只要呢你不要去碰撞它就不会痛。